变小声。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去考什么心考练习，不是间歇。如果你要提升你体力的持续力的话，要跑有氧。就一直跑那种跑，要跑长跑，就你每一次至少要跑5公里，就是连续，然后不用很快，但是你的心率要一直维持在大概100，就是不要太不要到无氧，然后就是一直维持心率，然后记一个礼拜至少要3次，就是跑3次，对，要到3次，然后他就说你4到6周之后开始可以加强那个大概。高强度的，大概160-170，然后3公里的，就是持续3公里。可是你的有氧还是要继续跑，然后加上一个高强度的有氧。他们就说你把有氧练起来，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，李又成、郑志轩，请至第一场摔场请准备。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是跟大家你可能这些量力也算了。我很少跑步。我最近有想要来练有氧，因为其实我最近脚跟腱其实强韧带比较难。那就先调整一下力量，就长期锻炼这样。我应该可能会想要先调整这个，因为我了解不是你的体能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只是会这样的，前面都没有一样。跳到那个跳那么短的时间，那个肌力还是不够。他就跟我讲说，我想要提升运动表现，有氧肯定很帅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做间歇，都持续性的有氧，你才有办法赛如果越来越强的话，你的表现才可以持续。因为他又说间歇只是瞬间。你不像那个手杆，你可能第一次没力。对。他后面没力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那个持续的话是有氧在帮助的。然后我就给他看那个卷子，帮我排菜单。哦，这是什么鬼？一下就练那个，他觉得太强。他是觉得一下子就太强，不是说这个项目太强。对，应该先跑。他就说，其实每个人都一样。他就说，隔一个运动其实就是隔行如隔山。就是我们都觉得，我们打球好像还是在场看的比较应该有基础。他就说不能这样看。他都不用到马拉松了，就是其实你可以5分钟掉5公里，而且是要维持那个心率。他说你不要破坏。心率大概到多少最好？低有氧的话是你的最大心率等于7。啊，其实你最大，可是我觉得你可能这一块稍微，你不是一般人。喂。大概180。150。所以低有氧大概150，然后如果你的高有氧的话，大概是160-170。碰可以跑，我想要来试试看。因为他有跟我讲说，他现在也有训练一些选手，就是发现用这种方式叠加他的心率上去之后，再加一些健身，然后加一些高强度的训练，你如果去的，然后心率。他就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基础，然后再叠加上去，你整体的体质才更好。他说很多人现在不是都会看网络，都会练间歇什么，那不是要的东西。他说我们的是一个对的管理，因为你在没有基础经验，对。他说即便是运动员。你每周固定的有氧，李又安，然后你才要再加入宋晨点，再加入一些间歇训练，爆发。请至 B 场，没有再整下一场，请准备。不建议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我也是最近，因为我最近就是脚痛，我才问他。
立场还好，他常常就是后面就感觉后继无力，常常就是前面 OK， 后面就过了，对对。其实我也觉得是，我只要打到打太多局，可是其实也不是，只是平常我就会觉得我在床上不会打很久。可是我们都会下来休息，而且早上我想要试试看，最近想要来试试看。建议，建议，应该蛮适合我的，没有问题。他今天都没比啊？一场而已啊，就下跟。没有，有时候其实我也是去健身房泡澡，有时候就很累，中午就去那边眼睛闭起来睡觉。Hello， 有比这个？A 场比赛，双元浩、杨成敏，请至 A 场。